做过原神的广告，玩一个小时给我6000，我玩了一个小时被骂了一个星期。算你把野怪吃了再走呗。哇操，还拖到回血了，这凯因。把中单给带崩了，他自己扛着七杆影的伤害都可以把野怪刷完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操，七杆影是救回家，那他拿了这个人头他也不赚呀，他亏了9个小兵了。我们上来直接1级干3级。直接喊瞎子抓是吧，牛逼。哎，这闪现交的好垃圾，应该不会死，现也进塔还行，我烧他一下。我就不太想让金刚影去吃那个来门，用他们的手指填饱他们，要时刻还行，一换一，他们两个闪，而且金刚影还漏了很多兵，而且还断了瞎子节奏，他在上路死。不是吧，假如说我这波兵线不让他推完的话，这个金刚影是玩不了游戏的，因为我这波装备比他好很多，但我这波很怕被抓，瞎子在下，那这个金刚影游戏结束了。按道理来说这波瞎子是不能去下路的。我线推不完，我再卡他一波线。回去了就不管他，等他出来6分钟左右，咱们去吃个果子就行，或者说把兵线清完，找一波机会直接回家也行。他一直在亏线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骗他一，这都不交吗？烧吧！一次转身，打了180还行。你这他妈不是找死吗？凯影不来你都死了，别 K 别 K 别 K。哎呀，很烦。不是，我就差这150呀，他妈给老子 K 了。这波还没大。盐分和海水中重生，不交闪好像真 Q 不到。我要和他们消遣一下。你是不是在找死？清算就要来临了。你快还是我快？我要一路砍回家。哎呀，老子真给我把反，他老子杜城也要没了。哥们3把长剑直接修仙，哥们直接剑修，还少。
何必呢，小伙子，你乖乖乖乖乖乖躺下享受不好吗？他们的眼泪将为海洋鼓出盐分，有种踢我。扣110，人头200。刚瞎子在哪来着，我搞忘记了，在下路。不谈玩的多没意思，再谈一下钱就有了，还能升大招，美滋滋呀，兄弟。我Q吧，你真是直接走的呀，兄弟，你是不是人呢？哎，没炸到露露，操！不帅，只炸了一个，感觉丢的不够远。哎，我没炸到狐狸吗？我为什么没炸到狐狸？哦，他用大跑了是吧？我以为我炸到他的，坏了，我不再打破了。我操，我这波贪欲好猛！哎，我这大招伤还拉满的，其实他应该会去打蓝，他应该会打上蓝，等他打上蓝，他现在应该在打蛤蟆。我们要从暗中偷袭，大海和人们背叛了，妈有眼的，我操，我说他怎么不打上蓝呢？我操，吸回来了，各位，真吸回来了，真吸回来了，有眼也不说一声，我心心。什么？这个瞎子他能无人能挡？他凭什么呀？谢谢你。你这，那你要说我喜欢玩游戏呢？新出好玩的游戏我又不想玩。我是说我不喜欢玩的，我就天天想的以前那些老游戏。牛逼嘛，你每一波都有大是吧？原神，我玩原神头晕，我之前做过原神的广告。玩一个小时给我6000，我玩了一个小时被骂了一个星期。这么心虚，早就无可再痛了。当出头鸟是吧？啊！爱屌！我以为这个是我们家的，我操！不要相信！人人有本，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Q 吧 Q 不出来，为什么的？想 Q 死露露，触发一下木刃 Q 不出来。哦，好 K。
好。哎，他怎么跑了？你什么时候问候他家人了？不知道呗，他可能想别人问候他家人呗，不太清楚。